陳茵薇比堅尼曬好身材，陳豪老公視覺一鏡到底，超讚。41岁陳茵薇 Amy 雖然是兩子一女的媽咪，但是身材樣貌一直都保養得宜。今個農曆年， Amy 就同老公陳豪同埋仔女一家五口到泰國布吉度假。Amy 今日凌晨喺 IG 上載咗陳豪以老公視角一鏡到底，拍攝著住比基尼外罩超低胸通花長新衣嘅佢喺入住嘅豪華 villa 裏面遊走片段。為咗保持條片一鏡到底，佢哋特登唔做任何剪輯，將美景同埋 Amy 嘅美好身段影入眼簾。最後三個仔女一齊入鏡，喺媽咪嘅呼喚下，逐一跳入水池裏面暢泳，無限温馨。之後 Amy 再貼上著住睡衣坐喺海边享受老公为佢泡制嘅咖啡，同埋一家五口食早餐嘅大合照，仲有 Amy 为拉女扎头发嘅装扮照，同埋陈豪拖住前世情人边行边倾嘅短片，一家幸福美满。一岁 Amber 偷嘢断正，洪永成少女女系贼仔。洪永成今日喺 IG 上载咗一岁女女 Amber 静鸡鸡喺佢背囊攞咗包饮品出嚟嘅片段。炸機拍攝的洪永成開聲笑問：賊仔，做咩啊 ？Amber， 咩偷我嘢 ？Amber 應聲望向老豆，然後捧住包飲料，斯斯然行入房，過程超搞笑。都是爸爸的 Patrick Sir 就留言話：佢擺明在你面前攞，不算偷喎，是明搶。網民亦都紛紛大讚 Amber 好可愛。咁可愛嘅家賊，我都係第一次見，好得意啊！佢呢個賊仔太可愛。